大家安安哦，今仔六月十二号啦吼，顶礼拜六遐大，甲你加十五块，啊，今仔看台南吼，中岛吼，中岛甲你加四十块吼，等于你走一单，伊顶管甲你写啦吼，伊顶管会写破吧吼，啊，我是唔知影啦吼，遐问看有走的人，较知影讲到底是加偌济钱吼，敢是真正有遐济，咱唔知啦吼。啊，所以今仔看的人较少、较正常，因为今仔雨无遐大吼，所以要趁钱。我直接讲啦吼，伊这钱加了吼，然后遐济话吼，我是建议吼，你要出去走吧紧吼，出去走吧紧吼。啊，若加足少吼，真正大家伫厝休困，像迄顶礼拜安尼，顶礼拜就遐大，甲你加迄落加迄十五块，迄根本就无生意。你倒不如你要伫厝吼，啊，无你车个歹，加水烧的对无？马来西亚遐平吼，所以。欠工啦吼，所以变成讲派单人手不足吼，你要登单可能无好登，所以伊即摆甲你出一个新的功能对无？新的功能上线了，就是安那自动，就是你会使自行转单对无吼？你会使甲你登。啊，看我即个功能，害我足兴奋的，你安知？你知无吼？因为香港互你甲你登嘛对无吼？香港你会使甲你登，啊，即摆台湾讲，因为我看伊是要应急啦吼，因为即摆马来西亚吼，马来西亚那边就是。一下爆发，所以派单无够吼，所以要登单咧才甲你登吼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吼，你甲你登。啊，我咧想讲，啊，你是不是招？你爱招你的三五好友，讲你也要出来乱咧，存心要出来乱，啊，你找高的就好。哦，因为即马政府会咧吼，即马政府会咧袂当超过十个，所以你爱找高的人吼，高的人。哎、欸，阿哥你那是咧上班，应该是无差吧？你讲你是在工作，你跑外送，你是在工作，安尼对啊，伊就讲啊，嘿。嘿，政府根本就双重标准，对不？相定的标准啊！你若是工作就该讲啊，你无送全局，关台你几个人？吼、哦，所以你外送的，你也超过十个人，你讲哎、欸，我在工作哦，我不是全局哦，我在工作、哦，因为我卡在家，单就掉在家，对不？我是要该讲啥？三五好友约一约，吼、哦，啊来去迄个熊猫超市，你知无？熊猫超市吼，啊来创啥？你知？伊个甲你讲自行转单啊嘛，你也使算转单大富翁啊嘞！等足久啊嘞，你也使甲你等啊，你知？你要闹吼，你即马要乱，你要闹就是趁钱嘛吼，转单大富翁。啊，唔过重点是啥物？你爱看伊够有写哦，伊顶下佫甲你写一条哦，写一条啥物叫做啥物啊？你袂当欺骗呐吼，你袂当欺骗，你那是刁工还是欺骗啊啦吼？情节重大的你，情节重大你会被停权啊所以没啦，佫袂当算啊，减一个机会啊，哈啊！麦当劳警察佫来共赶哦，奇怪啊，是咧佮错啊，你佮错啊，干啊，就调第一只啊，啊无你是要叫我去对，对啊，啊你无啥你是叫我去对，你若讲暗时啊是还好啦吼。啊！你啊，透中岛，迄真正是热甲要死了。透中岛热甲要死，你阁叫你伫遐靠等，要热死，要用吊刷呢。重点是啊，惊阁落雨，因为最近较贤落雨。啊！你落雨，你阁无所在避，啊，到底要对？你要问警察啦，要避对啦。我大概吼，我若坐客运吼，坐客运去台中，我拢迄种感觉吼。吼、哦，坐客运去台中的时阵，啊，落迄个交流道，啊，就塌伫个迄落，迄是台湾大道啊，是对吼，塌伫遐塌足久，我感觉台中的交通来遮遮乱，迄就塌甲冻袂调啊！你唔免讲，你怎看到迄条道暗时啊，规条，共塌伫遐斜冲啊是哦，你客运啊，顶管是一个密闭空间啊，对不？你原本吼、哦、来，你听哦，咱按台北吼、哦。台北坐来台南吼，四点钟差不多，四点钟二十分吼，四小时二十分吼。按台北坐到台南吼，四点钟二十分。啊，你调伫个交流道吼，你接触你知无？你即马就是因为你伫客运顶个嘛，算是一个群聚哦。你虽然有戴口罩，暗个嘛是群聚。你若时间较长，时间长你的风险就会变悬。啊，原本四点钟二十分真会使到四小时二十分钟，啊，怎你共塞伫个遐，可能加赚两点钟。风险就加两点钟，你边仔人，你家你边仔人，佫加坐两个人，哈，客运会使坐人个尔，真个假啊？坐人个尔，坐人个安尼是咪？安尼客运了钱吧？吼、哦，不管安那啦吼，反正你坐伫顶悬，时间愈长，
你接触的风险会愈悬。啊，你怎么调节去啊？我真正买政府无，那我先想啥想？那想这啦，个你搞到这样封起来，你讲足过分的嘛？政府足过分的啊！啊，拢无方便啊，有啥不爱生四级？我咧讲啊，今仔日要防疫。来要防疫，我那防疫也造成无方便啊！啊，为啥你无爱一概做较规气的？对不？要做你就做较规气，拢人做半套，对不？迄啰双重标准啊，就是上班嘿，你嘛是爱上班，所以咱即马诶，我人家刚刚对老百姓真正是足痛苦，因为即马就是上班啊来下班你就伫厝，诶，你拢无其他的休闲娱乐，你袂当出去拍拍照，你嘛袂当拍麻将啊，啥物代志拢袂当做。所以哦，我把酒杯青梅啊，你安怎？吼，即马安尼，逐工安尼来把酒杯青梅，因为你袂当处理啊，所以就变成讲拢伫厝，就是耍电脑、拍电脑安尼啊。吼，迄把酒，即马把酒足疼的，对不？啊，我就是追剧啊，即马人娱乐就是安尼。啊，迄个老人咩啦？老人也袂拍电脑啊，啊，佫想要处理啊，啊，看咩啦？疫苗800几块。啊，就是咧炒啊，政府就是咧炒啊。好，咱今仔来讲，伊拢讲无炒作嫌疑，我就一直甲你讲啊，伊个讲无差，啊，人拢合理怀疑啊，对啊，大拢合理怀疑啊，啊，因为迄讲真诶啦，你要查，迄嘛查袂到啦，迄你真正要落去查，你嘛查无啦吼，吼、哦，迄种查股票诶物件，迄是查无诶吼，啊，毋过我咧讲啊，你有一个机会，你要上车啊，对无？伊你看前几工连续跌停，连续六工跌停板，啊，你敢毋敢买？我问你敢毋敢买？我著甲伊讲，你要相信国家队。相信党，相信政府。你若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你看你就贪病，对不？为什么在解盲的前两天啊，就扭涨停？解盲的前两天就爆量拉涨停。这个，而且伊跌停的前几天拢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拢是迄落八大关股咧呗，拢是伊咧呗。你看，迄拢特好呀，迄拢特好呀，对啊，吼。啊，讲到来，讲到这個，讲到差。讲到差吼，即马讲到差股票吼，这就是咱来甲回顾一下，咱的国家队偌厉害吼、哦，不止高端呐、啊、吼、哦，这敢有利益往来吼，其实大拢做清楚的啦吼、哦，这免阁咱讲啥，大拢做清楚的吼。啊，讲到差吼，政府差安那差来，恁会记得迄、那、落、個、疫情？吼、哦，一直讲买啥物核能，啥物啊，买废核，吼、哦，啥物买引绿电啊，废核，所以推动的是啥物风力发电有无？咧推动风电，啊，风电的时阵吼、哦，你那小股民你应该做清楚的啦，小股民都知道吧？上尾头痛，让你头痛，吼、哦，变上尾头痛，吼、哦，上尾头痛啦，吼，头痛，知吧？上尾头痛啊，吼，即间啊。你看哪差去的？来，讲什么风电？讲个什么风电啥小？迄拢不是重点。咱今仔来看咱即马吼，咱以咱即马吼，咱即马即个时间吼，啊，你去点迄个台电吼，台电的官网你家己入去看，吼，台电的官网你家己入去看，吼，看即马吼，即马2021年6月12号9:10。高点十分吼、哦，风力发电占伊即马总发电量达到0.074%，0.074%，听哦，0.074%哦，连1%拢无。啊，你看起个规排起个一支风力发电机插过来，一支风力发电机偌贵，你知无？哦，你等下回顾一下，上尾头痛。上尾头痛，所以是在创啥？你家想看这物件效率遐尼啊低？这物件发电效率遐尼啊低？啊，为什么搁要推动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问你为什么嘛？无可能会去做这种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代志啊！啊，你去看它股价，啊，你就知啊。上尾头痛，特斯偌济散户啊？啊，那差起的吼。所以我就讲啊，国家队真正足厉害的吼！你也知影国家队吼，伊当阵想啥物题材？相信党。我就讲啊，你唔爱插，你唔爱去插消息啥物新闻。你明白说政府现在要干嘛？上车就对啊，上车就对啊，卖落车就对，对起你就对啊。
真的啦，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伊互你赚大钱啦，你著伫遐数钞票，你看，对啊，风力发电，哎、欸，你看，我讲啊，0.074%，伊即卖总发电量这是偌济啊？这是百万嘛，所以是2290万瓦，2290万瓦，安尼尔，安尼尔，就这样而已，它总发电量就安尼尔。迄、那个概念2290万瓦，你可能无迄个概念，反正是即马总发电量的0.074%啦，连0.1拢无啦，连0.1拢无啦，啊，安尼差啦，迄风力发电机差几耐机，我是唔知，我是唔知到底是差几机啊吼。阿、啊、公的环保就是安尼，环保，所以吼、哦，迄环团人士我嘛干嘛讲，环保就比较。环保就比较值钱的，跟你骑狗狗路同款，电的物件就是爱钱，较贵。比特币啦，虚拟币啦，哦，虚拟币这物件我嘛感觉讲莫名其妙呢。啊，就咧讲，哎、欸，你看即马中国那边有动作啊，吼，中国那边的动作就是伊有咧，伊有咧掠，有咧查，吼。伊之前是甲新疆那边遐啦，新疆遐的矿场怎么抄掉啊，吼？新疆的矿场怎么拢用抄掉？哎、啊，即马咧抄什么？其他的一个所在，敢那是四川还是对吧？哦，一开始有在掠掠迄种矿机矿场，伊要怎么抄掉？所以因即马变成讲，因遐的矿场吼，全部拢爱搬去国外，袂当伫中国学啊吼，唔爱好伫中国啊吼。啊，为虾米台湾无爱比照办理？你唔是咧画无灯？啊，这物件，这物件为虾米无爱比照办理？伊根本就是无产值啊！比特币这物件无产值，啊，你硬要炒虚拟币、比特币这物件是，就是摕来洗钱的。这明明就是一个犯罪工具，这犯罪工具啊，对啊，啊，就是洗钱的好物件啊，对啊，它完全是一个犯罪的温床啊！啊，有啥无应该抄掉？我就想无，讲个什么区块链啥消息样骨头？好啦，迄拢是一个，我伫只讲，迄拢是一个完美的包装。对啊，迄个完美的包装啊，啊无，哎、欸，黄金唔是较好吗？哎、欸，比黄金贵呢？你买一个比特币，你会使买偌济黄金啊？你有想过无？对啊，你买一个比特币百几万，啊，黄金你会使买偌济？对无？会使买足济黄金啊吧？啊，我宁愿买黄金啊！啊无，比特币这物件真正万不会倒一天无去咩啦？万不会倒一天无去咩啦？成为正式货币，萨尔瓦多。看人家熊二眼比特币交易啊，笑笑的。你若讲用其他的虚拟币，像诶啥物啊，以太啊、以太币啊，是莱特币摕来做国家货币，我感觉佮讲会过。吼、哦，伊个币值较低啊，你比特币一个百几万，你讲摕来做国家货币干？讲干的话呢？讲用笑的呢？对无？啊，我就想无啊，遮高差。你阿嬤你這麼差不多，我也要出一個虛擬幣啦，好不好？欸，你烏黑浪費電呢，對不對？因在那烏黑，啊就要買顯示卡，啊在那烏，啊浪費電，還對，你要租電腦的，你現在要租電腦顯示卡都買沒有，我到現在還買沒有，前幾天看到要30000元的時候，我很開心，很興奮，啊，你若跌破30000元的時候，齁，你若跌破30000元美金的時候，我說啊，我的顯示卡有希望，又繞起來，沒完沒了，真的是，唉该蛋，个蛋，无啊，挖完没有关系，挖完就没有比特币啊！我要来发行一个货币，好不好？我来发行一个货币，好恁哦啦，好不好？你没用显示卡货币啊！我今嘛来创建一个虚拟币，叫做什么？泰马里隔壁，好不好？那来创一个虚拟货币，叫做泰马里隔壁。阿咩啊？哦，就简单，就是你看直播，你看咱的直播，满一点钟你就有一个泰马里隔壁，好唔好？啊，发行数量总量偌济，就是看订阅数。哦，咱订阅啦10000多，哦，咱就发行10000多安尼啦，哦，啊，订阅愈悬就愈济，哦，啊，恁就看一点钟，恁就一个泰马里隔壁，对不？泰马里隔壁，啊那啊来恁家己炒，看一个你要炒偌济美金嘛，你个炒好悬嘛，炒好悬台拢趁钱，安尼都发大财，唔做好，你个唔免买显示卡，佮该迄阵攀那镜头底下咧，底下开个矿机底下，哦，热到要死，擦个只，迄做差，迄真正做差，差到要死吼。你老迄个，迄个显示卡，你甲开甲满载去看卖吼，足热个足差。你即马若想要出去佚佗，你就甲出去买紧。你甲出去买紧啊，真诶啦！政府就无要甲你，
就讲啊，伊无爱完全封锁，你无建议要甲处理吼，啊，你有卖，你有卖迄落卖群聚嘛？伊讲室外不能十个人，你有卖十个人啊？嘿，你卖十个人啊？啊，你口罩甲戴好啊？啊，伊若甲你，伊若甲你讲买什么啥小料，干你娘，你甲错啊？干你娘，我是有群聚无啦？你要测一震动啊！啊，你好感你讲好感你就封啊，好感你就三四级，你唔敢三四级，恁爸今仔要出来爬山冲啊小，你管恁爸阿姐冲啊小，你知无？你甲讲啊！啊，人即马拢有疫苗啊，唔紧你卖住住的对啊！啊，即马讲要来啊，唉，嘿，伊即马就是温水煮青蛙，迄真正吼，啊，伊咧创啥吼？我来讲啊吼，伊背后绝对有一个目的啦。啊，无正常来讲，照一般逻辑来讲吼，你一个政府，你照一般的逻辑来讲，你袂安尼做。吼，你即马袂安尼做，所以伊咧创啥？我来讲啊，点到为止吼。你去看啊，顶一个好像敢那是上上集吼，上上集的直播有讲到吼，点到为止就是迄、那个，嗯，你知吼，你知道的吼，就是那件事情吼。啊，你看啊，迄个即几工迄个上啊，陈时中向咨询，我真正感觉伊看失格啊！你前一阵啊，去年拢甲当作神，对无？去年大拢甲当作神，讲即个部长做甲足好咧造神，吼、哦！啊，去年我著一直唱衰，我著一直甲唱衰，因为我著讲啊吼，迄当阵我著甲讲啊，阮身边有人确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迄当阵就是阮身边有人确诊，啊，政府的做法互我足不满的，真的。我就讲你身边若有拄着，你就知影吼、哦，政府的做法是安怎，你会足袂爽的。所以迄当阵我对伊足袂爽。我真正讲，去年收的起来，真正是运气好，迄真正是运气好啊，拢甲你砍，真正就是砍，卖欢喜就是甲你砍无落来，就给你盖住，不要知道，欸、反正就是，欸、有症状我们就验，嘿。啊，迄是运气好，因为去年迄毋是变种的吼，迄传播力无遮强，啊，大家阁惊死吼，迄当阵大家阁惊死吼，所以无散开，啊，即摆变种的吼，啊，你缀袂牢啊吼，缀袂牢就像迄即摆安尼啊吼，吼，你看会着吼，对，就叫高宏安顶甲崩的，哈哈哈，啊，毋过高宏安迄还好呢，迄还好呢，伊甲咨询的迄个力道其实还好，迄真正是上咱个部长，咱个陈时中恼羞成怒，更小灯受气，也有这更小灯受气。你今仔是国昌个咨询，绝对毋是伊个力道啊！国昌个咨询干恁娘个，我甲你讲啦，部长来整夜课模啊啦，部长真正叫我国昌顶个整夜课模啊啦，啊要试看卖啊！高宏安伊迄真正算客气啊，伊迄真正算做客气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怎样哦？哎，迄咨询对啊，啊咧逐工伫遐造神吼、哦。咱那个，哎，咱政府上厉害，即马就是拢大内宣吼，逐工伫遐大内宣咧造神，你看，啊来搁做一个神啊吼，做一个神叫做啥？咱的 IT 大臣吼，咱的 IT 大臣叫做啥物？唐凤啊，我感觉即马差不多啦吼，即应该嘛差不多啊，搁过一阵啊吼，即可能嘛熟啦吼，嘛跌落神坛啊，啥物 IT 大臣？什么 IT 大臣？你甲看吼，哎、啊，安那跌落神坛，我唔知啦吼。讲什么唐凤一出手的安那吼，唐凤一出手就怎样吼，哦，好厉害，真正好棒棒，大家拢会好棒棒的吼。黑人查理王嘛，啊，中华是葡萄王对不？中华葡萄王嘛吼，啊，台北新北市，哎是新北吼，新北市还是台北市的泸州啦吼，泸州的什么啊，狮子王。泸州的狮子王，啊，搁一个王，你唔知，你知无？即马搁一个王，你唔知啦吼。来我问你，看恁大家知影无吼？假设今仔日连千亿吼，咱咧现主席迄、那个，现主席，连千亿呐确诊，请问这个叫什么王？你知无？好、哦，你看新北市吼，咱泸州一个狮子王。啊来家人一个查理王，啊中华一个葡萄王，啊今仔日连千亿呐确诊，请问叫什么王？进来抢答，请抢答。什么诈骗王？唔是啦，唔是诈骗王啦。哎、欸，讲安尼个又袂出来，够人又会对。进来哦，咱够互你十秒钟哦，咱够十秒钟看人知影无吼？啊，唔知要公布答案哦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看有人知哦，水。
哦，连千亿呐确诊，这个叫汉堡王 Burger King 呐、啊、哦，这个是 Burger King 呐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吼，水水水水水，哎，安尼我咧看直播嘿，对对对，你有咧看直播，有咧追踪拢知影，刷一整排汉堡对啊，哎呀，对，真正叫汉堡王，啊，好个知无对啦，啊，无你可能看袂到伊卖物件。欸，干公公，伊阁请我食汉堡，哈哈哈！干，那公公会当讲，欸，等我送几百汉堡来到门口口，欸，来，请你食汉堡。你注意苗吼，你选的话啦吼，那真正吼你选，你会注得注得一支啊吼，我会注迄落啦，娇生的啦吼，吼，那我疫苗我会注娇生的，为虾米我会注娇生吼？我甲你讲，因为因都讲啊，娇生吼注一支就会使。你知无？娇生只要打一支，今仔若要拍，真正你今仔要拍，你拍一支要拍第支。我打娇生，因为只要打一支，你知无？听一道了啊，听一道了啊。干，我买北京用助冷机笑诶，干要听嘛？听一道了啊，我不要痛两次，好不好？哦，嘿，娇生只要一剂，所以我打娇生。啊，其他诶买，你卖叫我做啥物？卖叫我做啥物了？国产的、欸、国产你白无来 ，AZ 我嘛无来吼，啊什么辉瑞啦，什么迄落，迄拢无来吼，我只打娇生，哦，因为一支就够了，对不吼？所以若有娇生甲我讲者，我来煮。公司的现象是安那嘞？因为伊就讲啊，你有个人爱居家办公啊，哦，居家办公拢是一种管理职的啦吼，一挂管理职的人啊，吼、哦，啊是办公室遐的人啊吼。啊，你有的是负责生产线内底哦，生产线啊，啊是你仓库人员呐、啊、吼，你仓库无可能伫厝居家、啊，你仓库你就是爱宽料的，你爱出来宽料啊，啊你生产人你爱租，所以你无可能居家，对不？啊，来变成讲有一个人居家的时阵啊，哦，啊因为无法度伫现场做代志，拢甲恁指挥恁去做代志，你原本就做无用，因为恁可能。分流啊，来人本身就变少了，对不吼？哦，恁公司的人本身就变少，工作量无变吼。啊你做的代志就是拢较侪，佮甲你指挥，啊人松松啊伫厝，你知无？伊松松啊伫厝吼，居家办公，你爱钱同款吼，你爱钱可能佮比你侪，我毋知影坐办公室可能钱较侪。啊，结果输的是啥？忝的是啥？拢是你啊，因为你伫公司啊。啊，你伫公司咧群聚，你安怎？所以这根本无公平啊！公司安尼根本无公平，你安怎啊？啊，你搁来上班咧干？你为啥我钱无领啊济？我来公司咧群聚呢，我无风险的干哪嘞？钱为啥无较济？啊，干你娘伊伫厝呢？干你娘伊伫厝呢？伊伫厝伊咧创啊啥都唔知，干我来做代志都唔知，啊，甲你指挥啊，在家指挥你做啥小？公司拢讲咧想一堆防疫对策吼，一挂防疫政策啊，看是欲，我是分流嘛，是怎一挂物件？我是甲他讲。拜托姐，公司你要防疫的话，两个字，公司要防疫，我只讲重点嘛，我唔相信有公司做会到啦。公司你要防疫就两个字，加薪。真的啦，你想加钱呐？加钱加薪真的有助防疫？哎、欸，卖唔信，这做一下研究诶，这看迄个英国啥物科学研究无？你加薪吼，人着身体着勇健啊，啊，就是无爱加，你知无？即卖就是低薪，今仔我就是要讲，这就是低薪啊，造成今仔安尼吼，干那少年啊吼，哦干哪，拢熬得为虾米？你想看今仔钱啊？你今仔人钱领较济，你是毋是食好？食好，睏好饱，对无？吃好睡饱。你身体就勇健，而且你钱多，你免去烦恼有诶无诶吼。自然你心情好，身体就好，对无？对无？这是一个相对诶啊。啊，你无人加，啊，大家生甲要死，搁爱饲某囝，对无？少年仔该饲某囝，啊，煞变成讲伊诶生活就是叫你即个工课白死，你知无？伊无其他诶娱乐啊，伊时间就是啊，时间到就上班，上班下班了，伊就无时间，你知无？放假的时阵啊，放假吼，啊就讲啊，我跳舞无想要出去啊，怎无出去佚佗，无去爬山，无去运动，拢无创啊啥，但变一个社畜，你知无？即摆人现象就是安尼啊，真正即摆现象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变社畜啊，
今天你看身边的朋友拢啥咧？啊，假日要招出来哦，干无来，有够忝的啊，有够忝的，有够忝的哦，拢无爱出来，爬一个山，散一个步，去散步，啊是去百货公司洗一下，拢讲啊干无来，有够忝，每个都变社畜了。啊，你无人加钱啊？这无你要互人一个生活品质啊？无这么干，你哪这么低薪干不加呢？今天在上班，大家的全职人生都干嘛老闹上上对不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喉咙痒痒的？我们也一样，每天吼就有点不舒服。然后看到那个确诊人数吼，今天可能300多、400多的时候，哦，干我喉咙好痒。阿来计刚的甲公司讲，哎、欸，我今天闹上之前，我想要请假。哦，闹上我想要请假哦。